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2010年6月1日，我现在是在中国领事馆门前，然后今天也下上了小雨，我的机器现在也是在雨中淋着。今天呢，我们这是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的这个党员，大概有两三百人，今天是在这边聚集的，就是说留念，就是说纪念这六四的活动。每年就是都参加这种活动，但是每年都有这种雨，可能是天公的意思吧，让我们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六四这个时期，这个我们这个很多这些先驱为了我们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付出的这个鲜血和生命。我们虽然是身在海外，但是也是只有我们海外的人才能够这样公开的、自由的谈论六四、纪念六四，让我们把这个民主的精神和理念能够长久的保持下去，这才是我们身在海外的每一个华人的应该去做的吧。我希望我们中国民主党能够借着六四的精神，走得更好，走得变得更强，把这个六四这种精神保持下来，发扬光大，发扬光大，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过上民主、自由、富足的生活。这就是我参加中国民主党，也是我们中国说中国民主党的宗旨。好，谢谢大家观看。